假人们谁动啊？被邀请来看电影热烈的受应力量，还和黄渤老师一起跳了舞。先和大家一起看了电影，再看各位街舞老师 battle， 马上就要上台了，好紧张，赶紧梳毛整理一下。银碳想要直接挑战的就是我们金碳号的。此时大鹏导演在偷偷磨弄尾巴。会跳的刚才都跳完了。接下来是另外的一个曲风了哈，对，就是 Honey， 希望两位来玩。此时伯格还不知道他将要面对的是什么，先来点简单的动作热个身。我是谁？我在哪？好像很简单，还能跳得会。这段我会，之前跳过，比刚才熟练不少。准备放大招，这真给我整不会了。还有人在哄我吗？这舞蹈教练谁爱挡谁挡吧。教练不愧是教练，再次感谢银碳，谢谢。差点没看到大鹏导演要和我握手，之后也和大家一起贴贴合照了。还碰到了李晨，我就说怎么这么眼熟，电影真的很好看，讲出了所有街舞人的心声，从努力学习舞蹈到跑几百块的商演混口饭吃，靠着自己不服输的劲脚踏实地努力进步，到最后登上更大的舞台，希望大家也能坚持自己的梦想，热烈燃一下。